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观看我的视频。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个 U 盘吗？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通的 U 盘，不过它是我昨天在丢垃圾的时候捡到的。出于好奇的话，我就把它给带回来了。那么今天我就用这个 U 盘给大家演示一下，删除或者格式化以后 U 盘里面的文件还能不能够恢复出来。那么你丢了的 U 盘里面的数据到底安不安全？是不是真的被删掉了？好了，现在去插在电脑上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把它给格式化，看看能不能够恢复出来。好了，现在来到了这个电脑上，我已经把 U 盘插上了，现在去打开看一下。在我的电脑，这个就是刚刚我插上的 U 盘，这个 4GB 的 U 盘。那我们打开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这里面好像已经装有东西了。我们打开，打开以后这两个文件夹，我看一下什么东西， LED 什么 LED 啊，这好像装的是一个软件。这边音乐，这个里面有什么？什么都没有。看一下音乐，哦，这里面装的是音乐，这个是2015年的，难怪那么多年了，被遗弃了。然后最近一次使用的话也是2017年。然后我退回去了，现在呢就去用恢复软件恢复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被删除过的东西啊。我们先打开这个 WinFR 界面板，打开它，现在呢就可以看到这个 U 盘。现在我们恢复它，我们点击它。然后恢复的位置你设置一下，我这里随便设置一下，看一下恢复的恢复里面，我这里新建了一个恢复的文件夹，确定。然后开始深度扫描，这可以选择一下，开始深度扫描，开始恢复，点击它。这个恢复会花一点时间，我们耐心等一下。好了，花了一点时间，这个 U 盘就恢复出来了。我们去看一下恢复出了些什么东西啊？我们直接查看恢复的东西。这里面恢复出来的，我看有什么东西啊 ？MP3、MP4， 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个文本，我看什么东西？这个是恢复的一个文本。我们打开看一下，这里面也是放了几段音乐。再退回去，再打开看一下。MP4 这里面也恢复出来了，有几段视频，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东西。这文件肯定是恢复出来了。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平面玻璃的承重力。重点是这个已经恢复成功了。好，这只是第一步的测试啊，我们暂且认为这些文件都是删除掉的。好，我们再进行第二步的测试。好，然后找到 U 盘，我们现在把这个 U 盘进行格式化，直接格式化。直接格式化，OK。现在这个 U 盘已经全部格式化了，现在存储空间已经恢复到它原始的状态，3.72G。好，现在我把这个文件重命名一下，待会儿还是恢复到这个里面。现在就去进行下一轮的恢复， OK， 继续恢复它，我们就恢复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空白的。我们同样的是进行这个深度扫描，然后直接我们恢复到的位置，还是给它恢复到这个，这样容易找到，直接开始恢复。好了，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大家耐心等一下，现在呢这个第二轮的这个恢复就已经完成了，扫描完成。那么现在就去看一下恢复出了些什么东西，我们直接查看文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格式化以后，这里面的文件依然存在，同样的被恢复出来了，而且同样的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平面玻璃的。所以说，即便是你的 U 盘删除了格式化以后，文件的话，它依然存在，依然是可以正常的恢复。好的，下面再进行下一步的测试，看看能不能再恢复。好，我关掉它。好了，现在我们再进行测试一次。现在这个 U 盘已经是一个空盘，我现在向里面复制一部分文件进去。OK， 复制完成，退出去。退出去，我再打开，来到我的电脑，现在这里面有文件了，再打开。来看一下，这刚刚复制进去了，我再把它删掉。好，现在我又把它删掉了。删掉之后，再把这个刚才恢复的这个文件给它复制过去，给它复制到这里面。好，复制完成，再退出去，我拔一下 U 盘，再打开 U 盘看一下，现在是刚刚复制的。然后我再把它删掉，那不用删掉，直接格式化，直接格式化，把它格式化了。OK， 现在这又是一个空白的 U 盘啊，现在再去测一下，然后给它恢复一下，看看里面的文件还在不在。现在选择这个 U 盘，我已经选中它，然后开始深度扫描，然后开始恢复。好，这个时候我们再等一下，要花一点时间。好了，现在花了点时间，然后这第三次测试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去看一下结果，我们看一看这个文件恢复的怎么样，你去查看。OK， 看一下恢复出了些什么东西啊？这个是音乐文件，已经恢复出来了。然后视频的也恢复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话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个最原始状态的这个视频和我们刚刚复制进去的这个视频都在这里面都恢复出来了。如果这里再不明显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的话就是刚刚我复制进去的，然后删除了，删除这个图片之后，再把那个它原来的那个恢复出来的文件把它复制进去，然后也删除了，把它格式化了，再进行恢复，那么这些图片还是恢复出来了。好了，所以说的话，要想删除你的那个 U 盘或者硬盘什么里面的文件的话，最好的方法的话就是重复的写入，把它覆盖掉，全部的覆盖才有可能把它完全的删除。如果你不能保证全部的覆盖一遍的话，那么你最好的方法怎样处理呢？直接把它物理的方法把它搞定，直接把它砸烂，用物理的方式把它消失掉。好，这个数据的恢复就演示到这里啊。下面哦，忘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软件了。这个软件是这个 WinFR 界面版啊。它这个恢复软件的话是免费的，恢复的这个文件大小也是没有限制的，随便你的恢复啊。然后这个数据恢复的软件下载链接我放在那个视频的说明栏，你们可以自己去下载。其实这个软件的话也不用下载也是有的，只不过去下载下来安装的这个界面板的话，它已经进行了这个图形化的操作，本来是嵌入到了这个 Windows 10和11的系统里面的，那个是命令式的操作，所以说如果命令式的操作的话不是那么方便啊，下载这个来直接图形化的操作的话就会非常的方便，所以说还是比较有用的这个软件。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帮大家点个赞，点个关注或者评论转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